渔港放眼望去，渔船、渔船还是渔船，停靠数量多到几乎快要挤爆港口。近日，中共解放军对台近距离军事演习，渔民担心受到波及，不出港又没收入，实在伤透脑筋。会烦恼，对啊，鱼库拢去啊，鱼库拢去啊，嘿啊，未做也未啊，船也无当过啊。讲一个较实的，近海个，咱土海人。鱼市场内一片空荡，原来没渔船出港，当然也没渔货可卖。这几天拍卖渔货的数量比起之前少了一半以上。如果也是讲封锁一个月，也是讲台海的战争也是爆发的时阵哦，迄、那个损失哦，我都估计家破人亡啊。来到基隆八斗子渔港，渔民也是愁云惨雾，因为现在正是套秋产季，一公斤最高可卖400元，渔货量多，价格又漂亮，渔民想要出海去北方三岛抓套秋，却又被海巡驱离返港。一点道理都没有，这个也没有做先导，也没有做什么，他也没有讲，不论是就那刀器啊、实弹射击啊，哦，总之是被海巡的赶走啊。说那个区域有实弹射击啊！中国在海上军演，却让这些靠讨海吃饭的渔民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